佐登尼斯庆祝30周年纪念，现场请到了国际的名模林佳琪为活动站台。那么佳琪呢，她已经虽然40岁了，有两个宝贝女儿，但是状况是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她表示呢，她的目标是要和两个女儿看起来一样的年轻。佳琪，因为我常常有机会看到她素颜，那必须要告诉大家，她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好，几乎是没有瑕疵的。到底她的保养秘诀是什么呢？就让国际名模告诉你。在全球拥有30万名会员、600家 SPA 门市的佐登尼斯集团，日前举办30周年记者会，执行长陈佳琪宣布，集团启动多元化经营，提供更国际级的产品与服务，不仅打造专属研发中心及工厂。在技术开发上更是不惜重金跨海合作，结合已深耕半世纪的日本天然植萃研发大厂，共同开发基转技术 BA5， 并将以5大策略布局，让佐登尼斯从 SPA 通路开展到品牌多元化。其实我们这一次呢，主要是发表一支独特的一个专利的一个原料，那这个原料呢，它是来自日本独家佐登尼斯的一个专利的一个产品。那这个抗老原液呢，它是很适合只要是35岁以上，想要就是维持一个肌肤的一个保养的一个女性消费者，她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抗老产品。时尚超模林佳琪也优雅现身助阵，将满40岁的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，但不论身材和外表都依旧冻龄。她也在现场大方分享了自己的保养秘诀，除了使用佐登尼斯 BA5 机密抗皱原液，抗氧化的饮食运动也是秘诀之一。要把握一个原则，就是原型食物，就是尽量吃它原来的样子，不要吃加工的食品。食物、运动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其实这个都是并行的，必须要内外兼修的一起去做。然后好的保养品，抗老的保养品用它才会好好的吸收。林佳琪也呼吁各位妈妈们，千万不要放弃保养自己。